我觉得现在最新选情应该是说，我认为柯文哲他最怕被边缘化了。那原因是什么？大家要知道，就是大家以为网络上是不是都柯文哲的世界？之前我喊出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北有国昌，南有青茂，空中有莎莎，就发现一件问题啊，就是艾丽莎莎这样出去之后，确实有好几百万人观看人次。大家可以看他的观看人次是从100万一直往上涨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他并没有突破200，也就是他在网上的这种渲染度并不高。那并不高造成什么结果？大家看到民调来讲，如果依最新的美丽岛的话，柯文哲现在是回到所谓的 17.7%， 他距离这个侯友宜的部分的这个所谓的间距并没有太近。那另外的一部分的话，就是当然民进党的这个内参民调是说这个蓝白啊，现在是这种叫做麻花的效应。我认为这个消息放出来绝对是有策略，而且是正确的，因为就是希望就是蓝白互相不要放弃，他们最好就彼此纠结在一起。另外就大家也都在提到关于这个柯文哲的这个频道到底有没有效，我告诉各位有跟大家报告扛柯文哲的这个活动，我觉得上衣服一毛钱都没有赚到，但谁赚到了？就是 Dear Nana， Dear Nana 就是专门做全台湾帮扛柯文哲这样子的直播，你知道他上礼拜抖内就赚了31万了。非常的强哈。另外的话，我们也要讲说，整个这个所谓网络世代，为什么柯文哲这一次没有办法透过网络去突围，然后去造成一大波的这个渲染？原因很简单，大家要知道，如果说我们把全台湾这一个礼拜到17号的这个整个所谓热门的 live 影片来看，虽然就是应该说 KPTV 啊，其实也都有在里面，柯文哲直播也在里面，但是有谁一直在里面？大家要看到就是赵少康，你会发现赵少康他的这个所谓的网络的流量的渠道非常多，因为他是之前是这个媒体金童啦，他现在被打成是这个我们这个自涵姐姐啦，说他是老赵，就变成是媒体爷爷，老顽童，讲老顽童。你会发现为什么这个昨天陈志涵或今天他一直在攻击的就是赵少康，原因是为什么？因为民众党会紧张，赵少康在所有的网络里面的曝光，他其实占了27%这么多，那民众党的话是43%，那整个比特王等等是21%，所以大家看到就是现况不是大家想象中说都是柯文哲，网络都是柯文哲，这个迷思大家就是要看清楚。另外，我要告诉各位，关于所谓有非常多人说柯文哲太棒了，网络刷一排说只有柯文哲在讨论政见，我要告诉各位有没有操作的痕迹，我给大家看。留言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大家去看一下各位所谓我本人不是政治型网红啦，但是其他比我更红的，你回去看看，他们有个言论写说，把颜色拿掉，不被定立场影响，政见发表会，我就只想要看到政见论述，其他都是多余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一串话一直连续贴啊，我跟大家讲，如果你们已经找到非常强的公关公司，要用一点心。什么叫用一点心？就是你不要去找这样的账号，一个朋友都没有，还是最近开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柯文哲或黄珊珊，你有花钱，你们一定要去检核一下，不然一下就被踢爆了。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本人我最近因为媒体常常找不到人找我垫档，不小心曝光有点多。那我跟你讲，不要一直出征，干嘛一直乱出征？对不对？找了一些什么叫铜锣烧的，开始出征说我骂柯文哲赚通告费，莫名其妙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这都是招数啦。你说两个好友，对，而且很厉害，两个好友，你用一点心好不好？小叮当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讲，不要随便的出征我因为我本来没有选举啦而且我是很坚强的柯粉，为什么？因为柯文哲昨天的这个政见发表会，每一点我几乎都会背了，因为他每一场我都有看，好不好？所以不要一直出征我，对不对？重点，我的居巢，Grace 的巢放在卓冠廷那边听起来有点怪怪的，但没关系。对，那卓冠廷，卓冠廷他开启，那是他要负责的责任的，不要再攻击我了。